这两天啊，抖音上面有一件事情刷屏了，哎，这个录音大家听得挺爽的，像讲相声一样，所以很多网友都说，哎，应该上今年的春晚啊，这节目可不能错过，而且这个表演者的形象也非常的有意思，啊、呃，哼哈二将啊，这个大家说话的这个语气形象都特别有喜感。 带了喜感，但这确确确实,实实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呃，六月十一日晚上呢，一位这个网约车司机爆料称，自己因为拒绝乘客在车内抽吸烟啊，遭这个乘客。 拨打电话举报啊，随后被两名自称松北区交通局运管站执法人员的男子检查运营证件，疑似遭遇钓鱼执法，引起网友的关注啊。目前呢，涉事的这个乘客是区交通局的借用人员，已经被清退，而两名执法人员已经被调离执法岗位啊。那网友还发现了执法人员周某某所佩戴的手表为劳力士牌的这个。 绿鬼手表身价不菲，十几万呢、啊，戴一戴一，把人家这个辛辛苦苦开网约车的人的这个汽车等于戴在手上，啊，这确实是一件呃忍俊不禁又喜剧连篇的这么一件事情啊。后续呢，很多网友已经把相关的这个画面呢做成了动图啊、表情包啊啊，总之这个事情啊蛮有意思的啊。如果 这下半年的这个娱乐节目，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带上去，那应该是能够爆火的。